do. Vamos na school. 近日，由于血液安全库存不足，屏东有线电视联合屏南有线电视、屏东县新闻记者工会在昨日举办了一场热心献血让爱延续活动，号召爱心民众支援献血，募集足够的血液安全存量，以支持医疗量能。为了感谢民众挽救献血做公益，主办单位致赠捐血250立方厘米者3公斤白米一包，捐血500立方厘米者一包白米加一串卫生纸。由于同场有另一个单位也响应捐血公益送白米，今天来献血的民众获赠双重礼。根据高雄捐血中心介绍，缺血状况愈趋频繁，常等因素影响民众献血意愿，而医疗用血量需求大，血库进补量追不上用血缺口，目前血液库存量不足7天安全范围，尤其欠缺 AB 型，急需民众捐出热血挹注。